我是陈丽老师，经济的城乡差距啊，可以靠教育来补足的。台东的孩子天赋是非常聪明的，相信多给他们一些资源呢、啊，他们的生命会有所不同的。云端爱燕，邀请你一起来为台东的孩子圆梦。你是否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？一份礼物，一个希望，相信爱可以改变世界。住在北京。